你有冇谂过一个小小嘅动作就可以减少碳排放，保护环境呢？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的低碳办公室计划 Loop 鼓励公司和员工在管理和行为上作出改变，减少办公室的碳排放。为了大家都有份的地球，请大家踊跃参与 Loop， 用少一点电，一起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。